一座座山峰平地而起，似乎天外而来，九千万年的地球历史就刻画在这山崖之中。触摸山峰的肌理，仿佛在翻看地球成长的日记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可以想象，当年的爱卿相遇这片山水时是如何的饱含深情。天地造化的神来之笔，点化了这片神秘仙境。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，孕育着独一无二的天地奇观。这里是中国水墨画卷，流淌着天人合一的悠远意境。日出东方，八角寨上云翻雾滚，万山来朝的壮观景象被云雾环绕，似万马奔腾，又如群鲸闹海。辣椒风抚削刀灼般的鲜明棱角，带着时光的刻印，耸立在群峰之中，山、人与生活奇妙相融。烛照驼峰，天然雕饰出的神奇景观，巨大的驼椅仿若山神，从天际款款而来。栈道悬空，在数百米绝壁上空盘旋成蛇形，瑶族少女的笑容让人恍惚不在人间。开路者们弃就了一条登天之路，在这里没有世俗的纷扰，只有对自然的敬畏，对人类勇气的慨叹。穿行在天一巷景区，我们似乎走入了一个魔法的世界里。细窄狭长的山缝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深入山体，仿佛闪电被固定在大山之中。离开魔法的世界，又来到夫宜江的山水画卷里。夫宜江上漂流是一件怡情趣事，不为喧闹刺激，而是为了品味山与水的和谐。
沧桑的丹雅磨砺了岩鹰，雕拿锁扣，拳脚间透着岩鹰的犀利狠辣。一山挂角，禅中悠然，始于唐朝的云台寺佛号不断，更让人如在仙境，不在凡尘。穿过时间的那道门，4500年前先祖们的生活痕迹尚存，简单的样式蕴藏着创造的智慧火花。登上历史的那面墙，100多年前肃杀的战场如今只有残迹，雄壮如火的情怀却流传至今。铺开岁月的尘，百年宗祠的碧瓦白壁间，依稀可以追思当年的湘军大将得胜归来时的风光热闹。浪山脚下的精壮小伙走出浪山，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写就一幅丹霞般的绚烂书卷。山间的村寨被大山过滤了尘世浮华，淳朴热情的瑶族山民总能够在第一时间消除陌生的距离，疲惫与不适就在这笑声中消失无踪。如火的热情让我仿佛不在异乡，却在久违的故乡里。冥冥中的情缘牵引着我来到这里，或许只为赴前世今生的一个约定。在浪山的丹霞绝壁间，或许有一扇无形的门，推门而入，就置身于世外。